房子修盖了，分给了没有家的农民们，其中有郭伟带领的坟墓了。1862年，但是伟大领袖诞生的时候，我。好奇，不在地方睡觉。自己来搞那个做过的农具啊，因为那个。到了朝鲜以后，参观的第一个景点就是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的一个故居。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大家都看得很仔细、很认真、很有感触。金日成主席在我们中国人民的心目当中是很受人尊重的一个国家领导人。我们都知道金日成主席跟我们国家的第一代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都是老朋友。我们也知道，金日成主席不但领导朝鲜人民解放了自己的祖国，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在我们中国进行革命斗争，也是支持了为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奉献了他的聪明才智跟力量。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怀着很崇敬的心情、怀念的心情、感谢的心情来看金主席的故居。我们全体这个包机首发团的团员跟朝鲜人民一样，对金主席怀着怀念的心情、尊重的心情，很感谢他。在这门条文里面就到了，团级以上干部烈士名，对，其他的。这座塔有170米高，包括火炬的。제사상담이저기지금평양시중심에자리잡은인민대학당의这个方圆这个几公里觉得特别漂亮，好像我们如果是每个星期，如果是现在好像一星期两次嘛，如果是每个星期两次的话，估计会有客人来，我觉得还是可以作为参观的旅游景点。我觉得下次应该还是到金刚山或者参观更多的地方。